一台重摔的 XR 啊，二修的，然后上家修的不怎么地啊，然后摔的也挺严重，那么咱们直接选择斑板啊。都说发斑板的视频容易上热门，来咱们再发一遍啊。其实斑板的视频我们也发了很多次了啊，基本上都是手工活。那么像在处理这个 CPU 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像这种玻璃芯片掉点的话就比较难补了，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得细心一点啊，不要用太大的力，关键是一定要把它的高温锡给它脱掉。OK，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有用芯片全部挪到新的板底上面，然后装好就直接开机测试。OK， 那么按开机键，正常开机啊。那么开机电流也正常啊，现在都1安多了，马上进系统。OK， 搞定。